那我要是我对这次的有关系到打枪组社区重建计划，国政的候选人方志伟的同时回应国政这个国政领袖，我们尽了一些关于打枪组方面的行动。以下一共有六点，一共举的有关系到打枪组社区重建计划，等到那非常他们的建议，主要跟我们遗憾，一样的原因当然是就以下的主要六点，主要六点。前天我们要求国政。 纳吉他的领袖纳吉跟候选人跟区的候选人方志伟回应之后呢，方志伟的回应主要是说他们不需要跟或者是这边的居民签约，他说他不需要，因为他是淹没成绩。那我在第一段呢，我第一段里面呢已经有说明了他们过去的半个世纪执政。 跟在这个经历完的事情以来，一个种种的没有履行的诺言了，所以他们的诚信度是非常不可靠的，他们是非常没有诚信度的。那在第一段里面呢，我也讲到说，他们只是一个代中央政府、代替性的、过渡性的、暂时性的，他们所讲的东西。 我们也不知道纳吉，纳吉领袖是国政领袖，会不会履行？不要讲说会不会履行，我们会不会连任，或跟会不会在副总里面继续当主席，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在第三里面，我就想到我现在讲了，他们自己，好吧，结果。 方志伟自己也是有讲到28号4月的时候，我想让他无法保证在里面，无法保证能够开始动工，然后要看下一届或是四届的时候大选能不能确定，会不会重建的这个计划。 一样的，这里面有讲到的是啊，在昨天晚上的时候，国政的领袖纳吉也在滨州，好像有四个地方啊，宣布了说会建，建设这个是这个我没有讲到，因为他比较细嘛。说纳吉在这四个地方，滨州、冰岛的四个地方说会建那个新的住宅区啊。 那没有写到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他所讲的住宅区啊，大部分都不是廉价物，啊，都不是。他有讲到廉价物，可是大部分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些我也挨一旦的计划的接下，这些人为的计划啊，很多啊，都是很多这些计划，很多那个计划都不是廉价物。 我要讲的其实重点在这里，给你看一下，它重点是这一张，它是重点呢，这一张，它这张表格啊，它最重要的地方啊，就是它下面那些暗书，我没有写的，暗书啊，暗书就是，就是模糊盖的，没有保护家的。他当时说这个只是一个概念，这个只是一个概念。他当初说，你们是谁去打枪的居民也好，他们农民的居民也好，去切割之后啊，不一定有屋子。可是另一边厢呢？
方志伟呢，这首歌我怕飞掉。方志伟呢却说，哦，这个是小误犯大误，拿进门这样说，所以他有很大的出入啊。我各位带到第四点了 啊，第四点我跳了二，第二、第三，第二、第三我再回来。第四点里面讲到概念性的淡疏的 exclusion process， 你不一定拿到物质的。我们的律师跟律师团、投资党的已经看了他的这些文件了，昨天晚上又晚上出来，我们也确定了这个只是一个竞选的伎俩而已啊。黄志伟先生的换书、换户登记的宣传有严重的误导性，有严重的误导性啊！我在第四点里面讲，那这个黄志伟的同样都有严重的误导性，因为他讲到最后，我们要他 commit 的时候，我们要他保障的时候，我们要他保险的时候，他只在他所有讲的富丽堂皇的文件里面写着这个不一定会成，他只是里面讲的这个是一个概念，他只是在里面想说，你们即使登记了、写了、给了 IC 了，也不一定有这个权利，他里面就写啊，不会以任何方式突破他的。里面写到这样的文件，不以任何方式赋予权利给任何人去获得这种财产的优先权，或者这种的利益，或者这种特权，它里面都写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骗局啊，这是一个骗局啊，它是严重的误导我们打江湖的人民。这是我讲的第四点嘛，我讲的第四点。那回到第二点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打江湖的人民或者那些廉价户的人民，在其他的区的，包括龙尾的、包括东湖啊、来月的，包括其他他所讲的区，他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。那我希望打江湖的人民跟所有的人民不要被骗，也不要被他误导，那就是我的第二点。我的第二点呢，我第二点里面讲到呢，国政他所安排的那些物质哦，即使是有开始有建了，我们相信他是有建的，即使他是有建了，也是另类必签啊。第二点里面另类必签，为什么呢？打江湖的人要知道呢，这个很重要。他建的物质啊，价钱都比我们打江湖的，或者是比较穷比较经济没那么好的人民没有办法买的啊。里面这个是他自己有写到啊，他的房子有的是290,000的，295,000的，甚至在第一点是72,000的。他还没有外加所银行虚付的额外利息之外，还有庞大的投期，投期的话是14,000的。然后如果是你290,000的话，是29,000。庞大的投期，还有政府的印花税，还有律师费，如果他用做没吸收的话，这都是一大笔的庞大的，加起来如果290,000的时候，可能是300,000、390,000左右啊。这些不是我们老乡估的，比较没有那么多经济的那么好的人民，即使是72,000的，在外加这些额外的，也会加到100,000+啊。所以这显然会造成啊，会变成是一种另类逼迁，有一点像过去还记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豆干树的情况啊，说假他们有一个假想的说会补偿会津贴会换一些新物质，到后来也是赔偿了2,500不了了之，也没有赔偿物质。一些豆干部的物居民也跟我们投诉，所以这有显然回到第二点，显然是一种昂贵的物质，假想的廉价物，而造成逼迁我们的穷困的人民的一种伎俩，一种方式，是国政的方式。这是第二点我讲的，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打江湖的，或者是什么土地，它的利益是超然的，就是可能300多,400多不值得，能让他们可能自己建或者是勾结啊，就是跟外面的
私营的公司，叫他们开始建的时候，他们显然的已经告诉你，他们不一定会建廉价物，他们会建的是这种，那他自己都写290千的，再加上一些费用的是300多千的公寓，所以很多人很多经济比较困窘的市民会被不直接的避钱提升点。那我回到第三点呢，第三点呢，各位，那就有说小换大嘛，好，那这物质也是我们看一下很贵的，我要它，我要我呼吁啊，我也要求那就。啊，跟方志伟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区嘛，正面的出来，不要闪烁或者萎缩的，不回，正面出来，大丈夫干脆一点，我呼吁他们干脆一点，我们要捍卫马相部的这选民跟人民，跟居民啊，全国人民，不要只是我们南靖啊，跟方志伟，不要只是口说告招呼居民啊，而确实他自己已经拎出来是要用昂贵的物质啊。不要说口说，他们要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退休人士、老人，我们这边有单亲母亲，我们这边有鳏寡孤独，鳏寡孤独就是没有失去丈夫的、失去妻子的孤单的人，独居的人，还有残障人士或者智障人士，就是生病的残障的人士。所以他们不要只是想到中产阶级，他们也是想到真正需要最需要帮助的家务的比较困窘的居民嘛。要你是大丈夫的话，你就想要建就建这种物质给他们，而不是要卖给他们，要叫他们去建银行。你明知道他们是很辛苦的，你还要再来这个200多千的，哪怕是70多千的，你真正帮助了你真正。那几你要帮忙的话，你就见了换给他们，不要再用私营公司跟他们纠缠不清。OK， 讲到私营的发展商啊，讲到私营的发展商最新的资讯，我讲到第五点了，在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我们 cover 了，我们来到第五点，据说啊，据悉啊，有一些私人界的发展公司已经蠢蠢欲动。已经蠢蠢欲动，想要来参与，哪怕是正面的好，积极正面的好，或者是因为图就是贪图的图了，贪图这个利益的建设的也好，我有讲说正面的跟负面的啊，我没有说人家一定是负面的，为了正面的为贫困的人民而建设而换给他们送给他们的也好。或者是只是为商业利益的也好，我呼吁他们，如果要建，我们是要换给我们这边的穷困的居民，而不是拿了他们的土地，地迁他们了之后，给他们像以前的豆干部将，没有地方落脚，没有地方落脚，不要，我呼吁。这些私人界的发展公司要建，我们这里所讲的是换物质给我们的人民，不要来跟我说商业的什么又要借银行，又要300多千、200多千，等一下突然间土地又涨价，又要400多千，那种勾当，我们打江湖的居民不要，我们现在就跟他讲，不要来跟我们讲那些骗我们居民的话。说也会换给你，假如换到最后呢，你没有办法换，因为你的亲戚、你的妈妈还是你爸爸已经有物质了，你没有办法换，因为你没有一个相当的收入，你没有办法换，因为你以前名下有物质，现在虽然你卖掉了，你也不适合当这种的，所以我们打江湖的居民有3600多左右了，3600多。我们的很多居民都是在这个所谓的商业条件下不一定符合的。如果那些方志伟或者是这些，如果我讲那些方志伟或者这些私人机构说要出来帮忙的话，你要帮的是帮他们换物质，而不是卖贵的物质给他们。
你看他们玩弄在这些字眼之中，我是尽量的帮打江湖的居民把他们绑下来，把这些本南进和方志伟啊国政的政府绑下来，让他们真正的 commit 就是保障性的确认的换东西给他们，而不是又来玩怎么样啊，你有能力啊，你不能啊，这样的情况。我要他 commit， 我今天还是喊话，像方志伟向他去喊话，你不要跟我讲这样说，你建，你讲要建，你建连交路换给他们，换给他们，不是卖给他们三百多千，不是卖给他们两百多千，不是卖给他们七八百千啊，七八十千，八九十千，因为七十多千还会加上一些附加的，附加那些，你要换给他们，你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，这个是第五点啊，第五点，我没有讲到的私人借出来，我希望这些所谓私人借的发展商不要混淆，不要混淆，卖酒还软的，我们现在是正在处心积虑，很用很多心。去要求这个骗我们四十多年五十多年的国政政府，要求他 commit 的意思就是保障，明文的保障。你这个私人借，你不要出来跟我讲啊，我可能会跟你借啊，到时候我们再说啊，不要引到我们打江湖的人民乱掉，不要混淆的。你要的话，你之后来帮他们借，换给他们，不要跟我讲三百千、两百千土地贵什么一大堆骗话。这第五点啊，所以第六点呢，就是说我重复我的挑战，我不要房志伟畏缩的躲起来，我重复我的挑战，如果他需要辩论的话，我们可以公开辩论，在打枪部，在所有的人民面前，在大选之前，我们要让打枪部的人民看清楚国政的真正面目，他要的话，我已经挑战他了，他不要跟我萎缩，他要出来跟我确定换物资，不是买物资哦，换物资给打枪部的人民。他不要跟我说，哎呀，不要，我们是一诺千金了，一诺千金。过去四十多年，从徐子从林长佑，还有戴啊，还有什么戴首长啊，徐跃进，还有说林观音，还有在据我所知，还有种种的政治人物，现在过去都站出来的，像民政党的政治人物，跟张耀也好，丁步南也好，现在又来到方志伟的手上，过去四十多年都跟我们讲要换，现在还来跟我们讲两三百千的物资，要这些贫穷或者是经济没有那么好的人民来买。这个是骗我们，再一次我挑战他，我已经挑战他了，叫我问他大选之前跟我一起站在把江湖人所有的选民面前，一起叫他 commit， 叫他保障，说换给他们，不要叫他们买三百多千的物资，不要叫他们买两百多千的物资，不要他跟我站在所有的把江湖人民面前，在五月四号出来跟人民讲，在大家的面前讲，不要反反复复说什么我们不用保证啊，不用保证，讲的话都是废话，都是废话。你真的要帮他们，你在他们面前讲，保证换给他们签他的合约，不然的话，三十年前、四十年前、三十年前、20年前、10年还是讲同样的话。我现在是帮他们争取，不是真的，五月四号在哪里？在这边，不在你的。在这边，五月四号，几点呢？我们这边五月四号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按，那可以吗？不然只要大选，你要谁的事情？我要谁的事情？我们一定要在大选之前，你办一件事情，就是两天半了，四天半了吧？四天半，可以当个相当的量。对啊，你们可以问他，怎么讲？在24小时之内，最好的，清楚，至少，昨天的，今天他们的，24小时之内，确定跟你们确定，我相信，他的记者确定的话都是，好，开幕，好，或者开幕的时候你们可以问他，啊，开幕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啊，开幕的时候你跟人民签保证书。不是帮吗？不是这个帮吗？因为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要重复，我不是要要啰嗦。你挑战他辩论，我挑战。我没有问他辩论要定在哪个啊？我想辩论跟自己你不能辩论啊，定在没有人的没有意思的。他我先跟你讲，他这个文件呢、啊，
是 exclusion 的，你们大概也看过了，说什么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的，所以他没有跟人民签约，我们要他 SMP 或者是赔偿合约，或者是换入合约，单纯那个在法律上三种了，基本上。你叫他二十四小时内回应啊？确定他要签约，因为他肯逃过嘛，他昨天要签约。问了跟他辩论的。啊，二十四小时里面让他确定可以签，第一点。Okay. 第二点，二十四小时里面在决定在大选之前跟我们辩论这个。赔偿换物的问题，不要讲别的啊。赔偿我们只要 focus， 不然呢，他拉你去哪里？拉你去荷兰，拉你去北京，拉你去哪里？这个课题你必须要跟他讲。这个课题关于他的换物的课题，就三个合约啦，赔偿合约、换物合约、买卖合约。而且一定要再打相关原因的问题，不要说去什么 hotel 啊，然后人家不能听的，人家不可以听的。二十四小时里面，我要他确认，他能还是不能跟这边的居民需要物资全部的居民换物资的合约。合约啊，合约不是 form 啊，不是 borrow 啊，合约二十四小时里面，他到底确定能还是不能？啊，他不能就讲不能，他讲，你说哦，他已经讲了什么运动权利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人家两个机会，他能不能确定能给他们签保证书？一定换你啊！没有，不是买三百多件、两百多件，是换给他们。他讲小物换大物嘛，你跟我换。第二点，他告诉我，在大选之前，在所有大强国的人民面前，我们来讲这个课题，不讲别的课题。这个课题，因为我们要他 commit， 我们要绑着他，给他 commit， 给他确认保障这些换的物资。你拿去可以出来讲一大堆，你没有跟我签约，我们不接受。这是两个这个附加条件，你没有跟这些人民签约，我们不接受。你要签约，你才接受。OK， 我们要逼死他，你不值。他拿江苏人民的地，抢江苏放给安诺，我们要他把这个地放出来建给我们了。你讲换的吗？我们听你四十年、四十多年是讲废话吗？你跟我换，不是卖给他们两三百岁，你跟我换的。不要，我是想不要给他跑掉了。这个就是啊，仓库也，啊仓库，哎当初属于改仓库，你还有看到两百元，三毛都轮回了，要拍到毛的轮回，看到这个好，啊，然后。